讲这是我16岁国中毕业的时阵，因为庄卡所在啊，要趁钱无容易啊。然后我的名单号做红金山呐、啊，啊，就老师就非常的推荐我吼，讲来学这个行业袂歹安呐，啊，就走去学这个学习着这个拍金啊，这个物件做这个工课，当做是死人啊。因为要学这个行业吼，我有经过的师兄弟哦，有至少50位啊。但是下当用武功，家己来开店，啊，家己来做的，干那我一个。做这个行业，无迄落讲出师无名的，无迄落讲你家己会的啦。这我也毋捌听过。确实，恁师傅是啥物人？你是为对一条咩缘落来？哦，阮师傅是高雄市东区市啊，真有名，伊开60年做这新面膜啊。或者电武丁哦，这样那真有。那做这个新面膜啊，唔捌伊的可能真少啦。哦，会当讲只有伊，甲做这个新面膜啊，来甲伊发挥个另外一层的层级，去哩就是手工的这个艺术去哩。那无学过师啊，伊唔知影讲吼，学师啊人辛苦啦，最困难。要做这个工课，自我一生中安尼想起来，就是这条工课刀啊，你坐会着无？较早学做这个，佫拄啊少年，16岁、17岁、18岁，拄啊当迄落，当咧成长嘛。看到朋友安，逐天哦，因做工课休困，就会当去耍去创啥物。阮做这个行业，得爱佫带头家因兜咧。袂当看人个目色，阮较早咧坐边仔也无电，也袂当看电视，有啦，会当听一台迄落收音机，搁倒来细台，搁倒来转介细声，拄啊迄个会当陪伴我，其他拢无。哦，即道确实真正无怪三兄弟个迄尔啊多留袂调，个原因有哪拢是出自于即个无聊。我为做兵前差不多一个人，我会记差不多。19岁，18岁，因为当阵我拍金啊，差不多几乎拢学会啊。然后自迄个所在做到做兵，无做，去做2年的兵，转来想讲要来休困，要来佚佗一个月啦，因家己咧想啦，是讲要来台湾咱行行咧。结果阮师傅讲，我这工课做袂离。哦，啊！你赶紧来做，以后要佚佗的机会就有。想袂到，迄一个月永远就停留在我脑海中，无迄个机会啊。经过一段期间过，阮师傅有那老啊，伊就拢。甲我讲，叫我甲搬搬咧，因为做这神明庙有真侪版权，无啊有大细尊，什么神地、什么庙拢是无同款。即个庙啊内面，伊有真侪配件，包夹着伊个头围，选择什么型啊，寸尺偌大，你无这手稿，你变哪做？我毅然决然，当然有那开一笔钱，全拢甲阮老板，全部拢改。盘过来重组做这个生命帽。较早先人留落来的智慧已经解好势，你要甲突破。但是要突破，个重点就是讲，伊个架构你袂当甲变呢。你会当变的，就是伊个花，伊一点帽啊，伊内面的花咯。迄一点帽啊，内面伊有分着尖鼻，哦，这个咱很会，哦，尖鼻甲后烫，这。内面的花纹，这种会当来变，包括一点帽内面有高价领2只红，妈祖就是后边有一个半圆形，圣地就是前正后正，领会当变质，红会当变质，伊的花白，包括伊的花艳，这种会当变质，迄毋是
较早的人做安尼，你着照伊安尼做，安尼你着无种无这种创意啊，这种就是我咧讲的讲，要突破先人的智慧，就是会当变的，就是这个所在。其实我咧做这个行业的人吼，其实本身哦对这个生命的物件吼，就特别有一种的特殊的感觉，好亲像有人会在梦中甲你讲。这个形体唔免得一定爱安，你得爱变化安怎样安怎样。当然，迄拢是足模糊的啦。不过，当你醒起来了，咱会想着讲哦，前面敢那一个梦，要做这个物件，边啊好亲像有人甲建议得爱安怎样安怎做。我有一个后生俩，我有两个学徒，就是时代无同，即卖囡仔就是。我做工课，阁有手机啊，人在咧，咱拍咧拍咧，咱看啥物，咱做吼，真正咱是拢看时间来啦，咱讲偌济，伊会咱听偌济，这就是一个时间最大的磨练，你坐会着，重点就是爱坐会着嘛，其他无要紧，你坐当遐拍咧拍咧，咱慢慢啊学无要紧。那以阮囝的功力吼，对我进差不多有四五年啊。这四五年来吼，伊有法度人好做甲差不多是这个四分接近五分啊。但是那六分以上就会当吼，我感觉特别啊。那么以十分为标准啊，吼，伊进的范围应该是停留在这个突破，这个突破。最重要的原因就出自你爱用智慧所教。伊讲，唔免啊，我真网络安吹咧来都会当啊，迄无同，截然不同。做这个行业，你爱家己会用去修这个，以这个功夫内面的精华，到底是对爱家己摸索。别人看到伊是忽然间来买一顶咧，当然会看介绍。但是阮做久的人，阮嘛希望讲，阮会当搁来采取。多样性的这个形体，让人客会当多种的选择，这就是上大学这个功夫最高境界，就是家己爱会用突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为在个人，这个真正应验较早人所讲的一句话，原因来出一只。一个心灵，你做起伊底个生命貌，爱有一种诶价值性，毋是讲着一定爱做黄金、金银铜三种诶金属，抑阁有较歹诶，我咱就卖阁讲啊。铜无所以，铜无多人用所以来做出来，伊一般哦，铜着用甲板，用迄个制板，板落啊组装起来着一顶身嘛，迄无变哦。会当变的，除了是黄金甲白银。伊个黄金咧做的手法，甲着白银咧做的手法是拢相相关，但是差一个，或者走水走水。我讲迄是瞬间零点五秒，你若无是歹定做，你走了无是，起来伊就是。更明该更明，所以我期许的这个神明，以后这个神明貌，不是每一个人讲，伊拢会当滴着手工的这个神明貌，不是用机械，不是用这半山来做出来，拢用手工，一刀一刀吼，安该斩出伊的回路安咯，工匠伊的心融入一顶神明帽来底面，会当做这个神明貌的这个功夫吼。是咱台湾哦，真是无几个啊。不过，我希望讲会当甲要安怎延续落，唔捌的，拢有哪欢迎，会当来问我，无要紧，敲电话来问我，要安怎做，要安怎，我拢介乐意来，甲我的手艺来奉献在这个社会，让大家当知影。恁要学的人，
拢会当来问我。我有偌侪的生命力，我就是要从事到到我无多人好，我无退休的这个这规划，唯有期待的当然，家己的囡仔会当赶紧来接我，把这个功力超过六成啦，吼、哦，十分会当六分上，对我来讲就加较轻松啊。